走好，理事长在吗？理事长已经到了哈。理事长好。没办法，他讲话的时候不可以讲话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才真的还好。哎，所以要办会时阵叫家长委员先吼，来讲话嘛，评分一下。啊，我个人是感觉口味袂歹啦。你提供一些意见。我这食是我个人的口味，即厨工阿姨。各位同学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。来，阿姨帮你借。OK， 谢谢你。秘书长好亲民啊！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云林县政府的。阿姨，姐姐好。阿姨好。来，姐姐好。
我们的长青食堂还有都能够制作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香蕉，它就是一个好食物。秋天就是个丰收的季节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要敬天，要惜地，要爱物，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一个农友们也研究东海当地的珍贵介绍。而且我们特别选购的是有四张一 Q， 它是有产销履历的，所以小朋友我们不要影响了你的用餐的一个时间。那带来阿姨香蕉分到你们的桌上，这样好不好？Thank you.
一二三，与你相交一夜，没有声音，好不好？可以夜，但是不要是。